那为人天选，知道吧？太垃圾了，除非是那个神射手天选拿一手还行。玩把刺客吧，整个天选月神，或者是天选刺客的皎月，千珏，千珏可以留。还是一样啊，我们还是日炎，先整个日炎，要不然这把奔连胜走吧。可以升升一升，不连胜的。先把日炎给了，日炎给谁呢？日炎给盖伦吧。哎呀，我好想拿一个派克呀，怎么办？猴应该撇了哈，应该把猴撇了，靠。头撇了，上个冰子，这边赢了，拿个派克，算了吧，这么地儿吧。派克后边都有，不要了，拉倒。快点给个皎月天选刺客月神都可以，我不挑，好吧，我不挑，我们不挑，能不能给一个，求求了。坏了，我看有很多人在那坏了，坏了，坏了。正常水平，不是坏了。这样吧，我上个派克。你看，老干爹必有五，然后呢，先3-0，然后打着打着，突然之间，哎。猴哥，我打开了直播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拿到了世界冠军。能不能接受？预言一波，最后啊，继二战队与老干爹相聚上海，是上海不？预言一波啊。拿个锁着甲，
啊，对，滔搏战队被其他的什么 Fnatic 给打败了，Fnatic 被 G2 打败了，G2 没了。猴，拿个猴。三重装，升了吧，四重装。我挺难受啊，我这一看呢，我这啥也没有啊。这把可能又得中壁狐狸了，兄弟们。但是我们前期已经是无敌了，就是经济稍微有点差啊。这皎月我一看就一个，你这咋玩啊？这皎月。我们这前期没有人能打得过，那四重装带日炎，除非那努努给我吃了，烫都烫死他们。呀，坏了，坏了，坏了啊！能烫死这寡妇不？完了。哎呀，把寡妇杀了，这波就赢了。我靠，真烦！这波怎么能输了呢？这波输了，纯粹就运气不好，没办法，运气实在是有点差，运气太差了这。这都能输了，盖伦太弱了。运气是运气啊，那寡妇没死啊，寡妇一直在这打虚区。我得卖点东西攒攒钱了，这波给这个千珏卖了吧，也可以这样卖，算了，卖千珏吧。不要白不要啊！这派克，现在我就要个盖伦，能不能给整个盖伦？这波给啥呢？给大棒吧。这个给啥呢？这个给全套女神泪吧。这给攻速了。不要了，这前期没月神不玩了。盖伦啥时候能升啊？盖伦啊，还不升啊？这不升过分了呀！盖伦赶紧升！升完我把那银马一撇，给你套个春哥，再上个武器大师。森林里，艾希的羊刀有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我的森林一个都没有。我们主要就靠着日炎烫。我跟你们说，你只要玩什么阵容，你前期拿个日炎指定是没错。你可以保证你肯定不是第八，因为第八那小子指定没日炎，你前期就拿血就耗死的。明白吧？天神武器大师，
没有用啊，拿来打工的话，拿来打工可以，不过没啥太大的必要，不拿了吧。我们现在应该不太会输。这要是个决斗大师的，我给他拿了还行。你看这日炎没有？就是烫血，无论你有多少血。你前期拿点肉的英雄，特别的肉，然后烫血，烫。应该不用生营口，我就不生了。这哥们六了啊！哎，他这经济咋这么好呢？他为啥50块钱还六级了？我都没有啊，搁哪整的钱儿呢？不过他好像打不过我，没事，碰上个倒数第三，倒数第三有春哥，有春哥也不一定能打得过我，2星的，而且我这是重装，我不是斗士，完了，打不过，啊！盖伦要升二就好了。盖伦升二，上个武器大师。算了，不要盖伦了，能不能给我整个剑魔、猪女啥的，给我直接嫖一张？选秀掉连麦，可真恶心。这边的装备可不好拿呀，我容易拿不到了。这个全套的肯定是没有了。真是没啥可拿的了，拿个贵的吧。魔抗也行哈，应该拿魔抗的。哎，我锤石的盾咋没出来呢？打个半截唠，还给我整个福星出来，挺能整事儿啊！
这灯给谁撇呢？那锤石的灯还得空的呀，不太现实啊。呀，这小子居然输了，谁家二星的进呢？太猛了吧，兄弟，递出来的呀。太猛了，真牛批，这经济他能拿到七。给个全套的女神泪吧。我也该递一递了。我再来个日炎，双日炎开烫，差个努努。把努努递出来，我们就直接就起飞。凑合用，可以用。不瞒你们说，我本来是奔着狐狸走的，你知道吧？走一半，啪，给我来个天雪，还是永恒之身的寒冰，你知道吗？天雪永恒之身，我寻思这拿着吧呢，不拿白不拿，你说是不是？还是这样好，我觉得。无敌应该是无敌了。我们拉巴找个狼人，找个狼人，找个奴奴，哎，就完活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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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打不动。别全是铲子，来个魔抗，哎，铲子我们就不要了。这个老头带铲子，赶紧拿个魔抗，水银特别的重要，一定得要水银。
哎呦我操！啥也不说了，进夫，早点来，是不是？早点来，是不是？你说？哎呀，现在差个狼人呐、啊，人马撤一声。这其实我这应该是运气好一把了，该我运气好一把了，兄弟，我都运气好一都一运气差都一整天了，也该我运气好一把了。到时候了，这是你知道吧？这主要是到点了。一个人他不会说是一直运气不好的，你玩十把总有一把你的阵容你能特别的狠，你看看这嫖能嫖得到，这就很舒服，你知道吧？这就舒服。差个弩弩啊，小法师你瞎呀？我不瞎，我不要小法师。哎呦我这哥们儿，有没有弩弩啊？给个弩弩吧。不会吧？不会是铲子吧？不会又给个魔抗吧？又给个铲子？哎呦我操！魔法帽，天神。天神魔法帽，弩弩呢？给个弩弩先，一只就够，不用太多。法师禁符，如果是法师禁符的话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先捋一捋，塞拉斯咱先撇了，肯定是这是不要啊。我们看一看啊。瞎子如果下了上小法，我们多一个人马可以下，然后多上个魔法师，上个狐狸，给禁夫套个魔法师，行不行？行，说干就干，这不满羁绊吗？说干就干，兄弟们，开干了！好，
莫甘娜撇了，吴亦凡撇了，大树撇了，银马撇了，瞎子撇了。小法师升级，地前排，地狼人千珏，努努进夫，努努刷新寒冰，刷新努努生人口。别生了，这时候先递一递吧，先把前排给递出来。还要生？没完了，你还要生？我的禁服怎么不行吗？我的天神禁服不狠呐，我天神魔法师的大禁服，起飞！这也就是死的稍微有点快了。哎呦我小绿叶，哎，早知道不给上日炎了，我要个绿叶。森林狼，给个狼人。森林狼，七永恒之身，银马，小黄毛，怎么换？银马换这个，上个小黄毛上九，那得拉九。法师进夫抱一次仰卧起坐了，那因为他不够肉，等他肉起来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你不明白这都。不够肉这是。小法换狐狸，哦，对哈，早为什么不说呢？为什么不早说呢？你们说我是拉人口，还是地牌？拉人口我们提升其实不大。但也可以拉，你知道吧？现在应该因为一楼吧是71滴血，我们拉人口，一楼71，我们71，下面还有个40多的，我们给他拉九，拉九递禁夫，然后我们上九森林，把禁夫装备给他换了。哎呀，第二下没爆出来，没有这种视觉效果，有点烦。进夫起飞，该我们赢两把了。随便给吧，这狼人好大哦，怎么变得这么大的狼人？给谁呢？给狼人吧，随便给吧。小法升三没啥意义啊，小法升三
小法生三没啥意义，我们可以不生，先给他拿一手啊，一会儿给他撇了。你这虚区不太行啊，兄弟！哎呀，这小法师，你说我拿不拿？生不生？不生白不生，是不是？不生白不生，为什么不生？生！他拿不到三星进，你放心吧。这家三星狐狸也差点，没事。进夫，别死！进夫，天神进夫，喵！哒！你看这小法师一回合来一个，不生白不生啊！白给的干啥不要啊？他不会要三星狐狸了吧？他三星狐狸，我们这进夫升到二，其实能打。这家的三星进应该是没了。三个神射手，上三个神射手是干什么呢？剩俺们俩，有狐狸没有？千万别给狐狸啊！哎，我要法爆，我不要爆的！哎呦，我气死你！我要爆法爆！进夫，少说废话，多摇几下。瞧瞧这个，时机到了。寒冰差两张，小法差两张，努努差一张。我们需要一个银马。完了，卡怪了。可以，
把装备一会儿给换了啊。这个禁夫需要一个天神法师加上法爆。天神法师加法爆。给他换掉。法爆。天神法师努努日炎、然后需要一只银马，上两列九森林，禁夫来一张，太刺激了！这你妈的！银马。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禁夫，回去了你这怎么？禁夫给我起地，没事没事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，问题不大。西飞，这狐狸大没躲掉呢。好银马。努努寒冰，其他不要，努努寒冰换个位置。位置换一手一会儿。来吧。你给我死！狐狸死了吧？狐狸死了，他就没了。但是这小子有三星狐狸，可能要出来了，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有，不能让他有。他肯定要换位置，我估计我们最后给他换回来。努努卖了，他打不过我，他只要没有三星狐狸，他肯定打不过我。我这叫九森林，兄弟。我这叫九个森林，那是不一样的啊、他只要没三星狐狸，他肯定是赢不了。有没有狐狸把他拿走？好，啥也没有。哎，啥也没有。我这要个啥呢？别个这谁点的这么讨厌呢？这谁呀？这应该整个青鱼儿。哎呀。努努 ，OK， 青鱼儿，青鱼儿给谁呢？青鱼儿，青鱼儿给你吧。完了，三星狐狸了，操了！一定要分开战。
你们扎堆儿，寒冰站一个人，看看是三星狐狸狠还是三星寒冰狠。感觉是狐狸，这给我清平了。这GG。 他有三法师啊，寒冰不行，寒冰打不过狐狸。